Hello， 我哋今日咧就准时开 live 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。Hello， 各位，今日嚟讲咧，我哋今日咧有一个特别嘅嘉宾啦。咁呢个嘉宾嚟讲，其实我系响五月嘅时候咧，其实我就听到。这个 uncle 咗噶啦 ，OK？ 咁我系嘅，当然啦，大家都知道，开始大家都知道 Andrew 嘛，呢个就系 Andrew 嘅老豆啦。Hello， Uncle Yin， 你好。Hello。咁啊，当然啦，我哋今日仲有 Andrew 都好啦。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哋系会以广东版、粤语版嚟讲咧，我哋嚟 share 呢个 live 嘅。咁啊 ，OK， 所以其实我哋嘅 uncle， 你可以话俾我知道，咁啊，其实嘅几时开始？之前你係點樣樣嘅？你嘅一個問題，一個一個 liver cancer 嗰啲點樣開始嘅？肝癌點樣開始啊？覺得身體好痕咯，好痕啊，跟住好似唔對路咁咯，又唔瞓得咁樣，又唔食得咁樣，咁樣我去即係醫生講你嘅癌，你個肝嘅指數可能好高喎，佢嗰個驗肝嘅啦，佢叫我將 specially 最驗肝嘅。指數啦，哦，另外驗嘅，咁樣我一驗，佢講唔得，跟住介紹我去食奶飲。所以嗰時候其實你係未知道你係有 cancer 嘅。嗰時候未有 cancer， 唔係 cancer 嘅，嗰時候係只係肝指數有啲高，高啲啫。咁其實之後嚟講，你就點樣講咧？之後你跟住我去食奶飲嗰度一路復診咁樣，一路跟進咁樣啦。跟進咁樣咁快，醫生講唔得啦，你個肝腫咗啦，刮啦。點知有點啊？有未睇到嘅，未睇到嘅。響因為 MRI 啊，睇唔到啲嘢嘅咁。將你腫咗啫。係。腫咗咁樣講法，我咪佢講排期開刀咯，排期開刀係咪？點知嗰日？原本係開咗刀嘅，點知嗰日咧就有一個急症嘅，仲嚴重啊！仲嚴重咗啊，變咗嚇做佢嘅先，變咗我個推遲咗咯，推遲一個禮拜，變咗我肝就爆咗。嗰時所以你有肝爆啊？我肝嗰度係咪腫嗰度係咪？佢發炎咗，爆咗咁樣佢照開刀咯，開刀嘅時候咧嗰啲。細菌走到第二邊咯，走去骨入邊咯，跟住幫我講第二期咗咯。OK。跟住第二期咁樣講法冇相關咯，咁樣跟進，跟住佢講，一攞報告嘅時候，電腦唔行喎，電腦逼交喎。嚇？咁都得？咁樣我又睇唔到報告喎，睇唔到報告又翻咯，因為等咗成日又翻咯。嘥曬時間。係咯，咁又拖咗我幾個月咯。哇！咁一拖落去拖係咪？咁咪冇辦法咯。跟住最知道攞報告嘅時候係咪？佢幫我冇得救咋。哇！咁其實嗰時第四期啊咯，如果冇得救嘅啦。嗰時係大概係幾耐嘅？幾月嘅時候咧？嗰時候舊年八月啦。我舊年八月咗㗎啦。八月㗎啦，所以舊年八月嘅時候你已經我開刀咗，我十二月幾成。一月幾我先知道第四期有，佢之前幫我講係第二期嘅，即係攞嚟估下嘅啫。因為佢講佢睇唔到報告嘛，佢唔敢落判斷啦。咁樣講法就又拖咯，拖變咗一月幾攞報告嘅時候，三月幾啊，唔係一月幾啊，一月幾幫我講係第二期，跟住講冇相關咯，我又排期又幫我開咗次刀咯，點知開多次？開一次嘅時候，佢講你嘅特點已經蔓延到好緊要咗咯。佢講佢唔可以再幫我割了嗰只。繼續再割。唔可以再去割啦，咁樣講法就由拖到三個月，咁樣到一月到三月幾嘅時候，佢幫我講冇得救咗。OK。第四期咗冇得救咗，我聽到暈咗，跟住我咪走去北金醫院嗰度依間醫院北金。就是北京醫院咯，開始係北京醫院啊。OK， 跟住又重新再做過咯。醫生講冇問題嘅，佢講你身體都好健壯嘛。大多數咧見親我哋醫生，嚟見親我噶啦，通常都係推遲入嚟嘅，佢講
你人可以行入嚟，冇問題嘅喺度。所以變咗嚟講，你就睇呢件事好似就人哋覺得誒唔係好重要，唔係好嚴重，唔係好嚴重咁樣樣咯啦。我對佢唔係講好緊張嘅，唔好嚴重嘅、我係放心個心情，去睇醫生咯。我講你醫生講乜嘢，我信曬你。我講，咁樣講法佢咪幫我做咯。咁其實之後嚟講咧，就咁樣開始入嚟啦。咁啊 ，Andrew， 點解你會之後會點樣會接觸到呢個士多多？你然之後點樣去介紹俾你嘅爹哋咧 ？OK，so 其實嚟講咧，佢知道佢係第四期之後咧，成個人都啊唔係好開心啦。OK，so 有啲 emo 啦，我哋講。OK，so 跟住嚟講，我有。問到一個朋友啦 ，OK，Ming Xuan， 蘇佢介紹士多多俾我，但係嗰時候我都係點樣講，我唔係好信呢啲嘢嘅，其實，所以因為之前嚟講咧，我老豆有賣我老豆嘅親戚啦 ，OK， 我阿姑啦有賣一個叫呢啲 Isum 啊，冇講個咩公司啊，講公司咩啊，一個公司嘅水啦 ，OK。所以買了這個水之後呢，其實它的病情都沒有緩解到，所以變成來說無效。所以無效來說，我就試，就是怎樣說呢，我就試一下這個全部多。但是我試之前我有做很多 research 啦，所以有問你啦 Akif， 所以拿很多見證。所以看這個見證呢，是因為情況是不可以再等了，因為其實很高啊，25,000+。所以我係自己睇呢個見證咧，睇肝癌啊咩癌都好啦，總之睇曬去睇下呢個士多多到底對我老豆有冇幫助，或者有冇所謂嘅副作用，會唔會食到會點樣咁樣？所以係睇到好夜，睇到差唔多凌晨3-4點咁樣。所以最後啊決定啦，所以決定咗之後就三兄妹 ，OK， 我同我兩個妹，所以夾錢一齊賣。呢、這個 8+1 嘅 package 直頭俾我嘅 father 食咯，所以係差唔多5月10日開始食嘅。OK， 所以我呢度咧，今日嚟講咧有 hard copy 啊，所以你哋可以睇到 hard copy。所以其實你哋睇到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呢個咧之前咧就係響三月、四月同埋五月頭咧係未食樹攞圖嘅，所以你睇到係7,000+，之後就上20,000噶啦，之後上22,000咁樣樣。之後就開始，咁其實係幾時開始食我哋嘅樹果圖咧？開始食應該係5月10日至11日啊，咁樣，因為5月10日正啱啱到啫，所以應該係11日開始食嘅。所以係5月差唔多10日、11日開始食啦。之後咧就睇到嗰個 report 嚟講咧，就喺幾多咧？就係5月29日咧就跌到去7,400啦，7,411咗。然之後咧，嗰時 Uncle 其實你係食幾多包啊？嗰時我開始嘅時候，初嘅時候咧，我唔係正式去食嘅，一包一食一包啫，夜一包，早一包夜一包啫，跟住咧睇到又冇咩，冇好似冇咩作用啊咁啊嘛，跟住醫生又換咗藥咗嘛，咁樣講法係講食兩包啦，食兩包。兩包早兩包晚啦，咁樹多多好食冇啊哥，酸酸地啦，我諗住好難食嘅，開頭我諗到，係咯，我都諗住好難食嘅，咁好似食藥咁樣食咁多藥咯喎，我又揾佢又揾啲藥嚟食啊我，跟住一食唔係喎，酸酸地啫，冇咩嘢啦，應該可以食啦，咁嘅方法就又可以開胃啲。係咯，一日酸酸地又甜甜地咁樣樣，係咪又幾好食？一日就朝早一包，就夜晚一包咁樣係嘛？我開始啊！開始之後咧就係朝早兩包，夜晚兩包啦。咁咯，係啦。所以其實你睇到呢個報告嚟講咧，呢個係最新嘅報告啦，8月5日先出噶啦呢個報告。然之後你睇到嘅啫咩？就係咩咧？之前我咪 show 你係7,000+，7,411。之後就上了少少8,441，因為Uncle講嗰時咩啊換藥，嗰時換藥，所以換藥嘅時候嗰時嗰個 reading 嚟講咧就差唔多上翻8,000+，之後就 control 翻咗落4,000+，最新嘅報告咧就係8月5日咧就跌到5,000+啦。咁其實當然嚟講咧，個最好嘅 reading 嚟講係少過11先係最好啦。所以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嘅 report 咧就係越嚟越跌噶啦。
咁啊，咁啊，阿哥，其實你之後你開始食咗啦，咁你又 feel 到有咩嘢嘅唔同咧？咁樣啊，我就冇咩覺喎，因為我咩嘢都類似啊，咁樣講法我真係。冇咩覺，有咩 feel 到咩嘢啦？精神比較好啲啦。其實頭先咧，我第一個感覺咧，見到阿哥嚟講咧，我覺得阿哥你嘅精神好好啊。嗯。然之後阿哥你睇到阿哥嘅樣嘅皮膚，係好精神，真嘅，我覺得好精神啊。嗰個面色就好 Andrew。我未食少好多，所以其實嚟講咧，然再加上咧，頭先我都有睇到一張相，咁其實咧呢張相係5月26號嘅一張相啦。5月26號嘅時候咧，阿哥嘅腳咧係咁樣嘅爛法，嗰時係阿哥點解會咁樣嘅情況嘅？呢個係嗰個食chemo嘅副作用嚟嘅。哦，食chemo嘅副作用。副作用嘅。所以變成嚟講個腳就係太強咗，因為太強咗，因為我哋之前係健摩藥咧，我哋一個禮拜食足，跟住咧醫生講咧，你一個禮拜食足咧，你個腳爛到咁樣咧，你唔可以頂咗，係咁變咗去降多少降多少日咯，哦，變咗一個禮拜食五日咯，五日係一個星期食五日咁樣。所以之後啊，降咗之後，因為其實咧最罩忌係咩咧？最罩忌其實係驚有傷口，有我哋咩情況之下啦。總之有皮膚，總之有傷口嚟講係非常之擔心嘅一樣嘢。咁其實咧今日咧我都俾你大家睇下阿哥嘅腳 ，OK？ 咁啊，阿哥啊，犧牲色相啊，睇下阿哥嘅腳先。咁呢個阿哥嘅腳啦，所以你睇到而家阿哥嘅腳係非常之靚嘅，埋口都非常之靚嘅。咁我睇我 flip 喺前邊先。咁啊，阿哥嘅腳嚟講咧，埋口係非常之靚嘅，所以其實你喺阿哥嘅腳尾，其實個皮膚啊已經係滑一滑咗，係真係，佢唔會話，即是話係好似講有結痂或者咩啊？你睇到咁嘅係咪？係其實 scar 嚟嘅啫，但係其實已經係滑滑靚靚咗嘅 ，compared to 個腳之前同埋之後咯，咁嘅樣。OK， 咁啊，阿哥仲有兩年之後，頭先我哋都有量啊，你嘅嗰、那個，你嘅嗰、那個體重，阿哥你嘅體重之前食即係之前你開始做 chemo 嘅時候，你嘅嗰個 kg 係幾多啊？41啫，41嘅啫，41啊，去到41啫。所以頭先啱啱量咗幾多啊？54啊，好開心啊！真嘅，最重要真係咩嘢咧？即係仲有健康啦，再加上嚟講，咪真係體重啊，即係講你開始有營養啊，有身體可以吸收營養嚟講咧，就可以會會嗰、那個體重都會上翻嚟啦。咁樣依個咧，我而家我 show 你哋依個咧，就係頭先嗰個 AST 同埋 ALT 嘅。咁樣Andrew， 你可唔可以解釋下關於到依個係咩係 AST 同咩係 ALT 啊？睇乜嘢嘅咧？呢個係 OK， so basically ALT 同 AST， according to 我醫生講嘅啦 ，so 佢係肝指數嚟嘅 ，so 佢嘅肝指數咧係之前都係好高好高嘅 ，so 未食之前啦都係好高 ，so 佢係慢慢由開始嘅400幾慢慢咁樣跌，係 OK。所以你睇下依個嘅報告嚟講咧，就係點樣樣咧？哇！大家可能唔使暈啊，咁多字係咪？你睇最後依、這個依、這個 AST 同埋 ALT 咁樣嚟講咧，依、這個最之前嗰個咧，其實係響6月4號，6月4號嘅咧，其實係幾多咧？係450，哇！好高喎，450同埋418嘅，之前仲高啊！我之前仲高600幾，我睇到有一個之前要600幾哦。你最新嗰個咧係8月5號咧，8月5號嗰個指數咧就喺103到103同埋76。所以其實你睇到之前係三粒星嘅，而家阿哥係拎到一粒星同埋兩粒星嘅。啊，所以越少星嚟講咧係越好嘅，唔係越多星先最好嘅。所以第日冇星嚟講咧就最好啦，啱唔啱啊 ？OK， 所以其實咁樣 ，Uncle， 所以其實你有唔有一個你仲有咩想補充嘅？
點樣講補充咧？啊，劉石，不如咁樣講啦 ，Uncle， 你有唔有任何勉勵誒大家？如果大家一啲係好似有依個情況啦，或者係可能仲諗緊要唔要食樹攞圖啊？咁 Uncle， 你有唔有咩鼓勵嘅説話想同大家講一講咧？啊，如果係講有咁有我啲咁嘅病情咧，不妨可以試下嘅。啊，因為咧，大家都唔知啦，每一個人嘅人嘅體質。吸唔吸收依個樹攞圖，我都唔敢講，因為我唔係醫生。嗯，係。啊，如果我真係咁，可以不妨試下。好似我個心態就係咁樣，諗到都係啊，生馬當死馬醫咁樣噶啦。嗯。啊、我咪試咯。所以講，最緊要開朗啦，人。你唔開朗，咩病情都嚟噶啦。啊，最緊要你係開心。啊，得閒聽下歌啊，啊，唱下歌啊，咁樣啊。開心，食雪開心，係啦。咁Andrew，做乜你有咩嘢想講一講咧？最後而做個總結。總結啊 ，so 真係好多謝我哋嘅呢個 founder 真係有誒帶路咁好嘅產品過嚟，真係到唔信變成相信，真係唔容易嘅 ，so。誰想試一下的真的可以試一下，因為來說當你完全真的沒辦法，當所有人都很灰的時候，尤其是所有家人都覺得很灰的時候，我覺得你們有些是生為仔女的，不要理他們的反對，說真的你們應該試一下，什麼方法都應該試一下，總會有出路的。嗯，好，我好開心啊。OK， 所以其實好多謝我哋 Uncle Ian 同埋我哋 Andrew 啦，咁好嘅分享啦。因為其實咁好嘅產品，我哋真係想 share 俾更加多人，咪啱唔啱？咁其實咧，我就講多少少呢啲嘢啦。咁其實咧，當初嚟講咧，我哋嘅樹攞圖咧，其實我哋嘅樹攞圖係響日本嚟嘅。但係我哋呢個產品嚟講係當然響 BE International 攞咗呢個產品之後，再加咗再配合咗一啲嗰個。配方之後嚟講咧，就成為咗我哋嘅樹攞圖。咁其實當初嚟講咧，我哋嘅 founder 嚟講咧，都有翻去日本講座，講俾日本人聽，關於到我哋呢個產品。OK， 所以其實我哋好多人嚇親係話，呢個產品點解響日本嚟？但係我哋嘅 founder 去同翻日本人講呢個產品咧，咁其實我哋嘅樹攞圖咧係專利嘅一樣嘢噶啦。所以其實嚟講咧。呢個就係我哋嘅 founder 當其時咧，就去咗日本拎咗產品之後就好多見證嘛，係咪？好多見證啊！之後嚟講咧，就同翻日本人講關於到依樣嘢喎。咁啊 ，Uncle 啦，阿 Uncle 可以攞呢個，係啦，就係呢個我哋嘅樹攞圖啦。所以其實嚟講咧，我哋就希望呢個樹攞圖嚟講咧，可以幫到更加多人。然之後其實當然我哋Be International 嚟講咧，都希望可以幫到身邊。需要的人啦 ，OK， 所、so, 以我哋嘅 live 就到此为止啦 ，OK， 所、so, 以大家记得 like and share 呢个 video，OK，、okay? 拜拜。